嗨，大家好。好。美学馆长官，还有东校国小的校长，各位老师，各位学生，还有各位乡亲，各位叔叔阿姨，大家好。好。正如刚刚主持人帮我们介绍的，我们是彰化青年管乐团。就如同我们那个团名所讲的，我们是一群彰化来的年轻人哦。那其实也不年轻了啦。我被气长啦，对，所以不过我们是一群那个虽然我们有几位是专业的老师啊，大部分我们的乐团的组成人员哦，都是业余的社会人士，可是我们有专业的热忱。那就我们在这个我们乐团成立到现在20多年了，那基本上在中部、台中、彰化啦、云林，我们在前2-3年，3-4年前我们有来演出过，在云林演艺厅。好，所以我们中部也都是招套好啦。那今天很荣幸受到那个文化部跟彰化美学馆邀请来这边做演出。那今天我们彰化青年管乐团，我们的编制其实是一个庞大的管乐团，大概30到40个人。那今天因为场地的关系，我们派出我们的精英小组，好，木管五重奏。我们的小团有两个小团呢，有铜管五重奏跟木管五重奏。那今天我们是木管五重奏来这边为大家演出。那什么叫做木管五重奏？我们待会会介绍。那乐团的介绍我们先到这边为止。我先带来一首客家的民谣，好，给大家听看看，希望大家会喜欢。谢谢。